大家好，我是來自思思入的 Elvin， 今天很開心可以在這裡出現，跟幾位朋友分享好吃的咖啡。今天為幾位帶來一款星哥原材咖啡豆，是巴西伊帕內馬莊園內的本基斯塔農場栽種的 Yellow Couture， 它是採用日曬處理的。在講解背景資料前，我想讓幾位講下今次選擇咖啡豆的原因。巴西這個地方是集落了很多來自不同民族一生的國家，咁入邊自然充溢住唔同嘅文化背景，但人民唔會因為唔同文化背景產生咗衝突，反而會互相尊重同人民家。咁我覺得咖啡師嘅事同生活喺巴西人差唔多，因為每一間咖啡店都有來自西加坡嘅客人，而我哋嘅職責就係令到西加坡嘅客人都可以感受到唔同嘅咖啡文化。所以我今次介紹巴西咖啡，係希望幾位可以感受到屬於當地嘅咖啡。講翻資料先，莊園咧位於海拔1100公尺嘅地方。雖然1100公尺對本地咖啡栽種嚟講全高，但由於巴西有70%嘅地方都只係得800至1000公尺，所以1100公尺對巴西嚟講已經係好難得同優質。莊園最大嘅特色係利用科學化管理，利用機器控制温度、濕度同播種，令到所有出口嘅咖啡豆都保持最高品質嘅狀態。咁以下落嚟，我為幾位準備三款飲品，包括係 Espresso、Cappuccino 同埋色利翠精嘅。咁我今次嘅咖啡豆咧，系用一个较浅嘅烘焙度做嘅。咁啊，几位左手边会有翻翻啲咖啡豆嘅干香风味嘅资料，几位可以望一望。咁啊，由于用一个较浅嘅烘焙度啦，所以佢会俾一个清新嘅花香，嚟少少柠檬喺度嘅。咁啊，由于用咗一个日晒处理啦，所以佢会俾一个金色嘅甜度。事不宜前，我為幾位準備一下 Espresso 幾位喺飲嘅時候會飲到布冧嘅酸度啦，甘蔗嘅香，同埋花生嘅味道。咁啱啱咧會帶有朱古力味添。咁我而家為幾位準備下一杯飲品，一杯酸味先，幾位等等。
到一個很豐富的焦糖和蜜糖香味嘅。正正代表咗多西入面唔同嘅文化，需要搖身入面咁先可以發揮得更好。就好似啱啱過去嘅世界盃等，都係由巴西主辦，證明咗巴西今時今日成功係全靠國民嘅努力先可以達成。就包括有四盎司嘅 espresso， 十二 ml 嘅蜂蜜，同埋一百 ml 嘅果茶。加埋冰，你用 shake 嘅方式去製造嘅。
陣間喺飲之前，我想幾位輕輕三下個杯先。咁樣你哋就會聞到一個好清新嘅花香同埋熱茶果嘅香味。咁飲落去一陣咧，就會飲到少少 wine 啦。咁尾段咧，就會俾多一個清涼感覺你添。而 aftertaste 仲會留有輕微嘅朱古力味。咁果茶係利用20g 玻璃維亞咖啡果實，加上1公升水，就泡兩個鐘頭，水水爽得嘅。玻璃維亞咖啡果皮咧獨有嘅酸度，能夠同我 espresso 所擁有嘅風味同埋特性昇華到另一個階段，從而產生出熱情果嘅香氣同埋清新嘅感覺。而蜂蜜嘅角色就喺呢一個獨特嘅酸度當中取得一個平衡，用 shake 嘅方式就係希望空氣融入飲品當中形成少少嘅氣泡。咁當你飲用嘅時候，呢啲氣泡就可以令到香氣提升得更加好啦。咁我今日所分享嘅咖啡味道同文化就喺呢度，希望各位都係感受到呢個咁特別嘅咖啡味道同文化啦。咁我做少少清潔先而家。